这个油有点吵，外面在抽水。我回来这洗半天，把这个水用完了。然后我爸洗的时候没水了。昨天不是说过了要清理冰箱吗？对，今天拿了这个金针菇，然后还有这个肉。这个肉呢是他们已经切好了，正合我意，我就懒得切了。金针菇，就网上说这个东西是天天见，我看很多网友都这么说，反正我是没见过。这一个就炒了这么多，这一个呢我就不弄了，因为这个东西吃多了不消化，还是少吃一点比较好。姜葱蒜，这个肉呢都是弄好了的，待会儿直接下锅。大油，葱姜蒜，瘦肉，金针菇，生抽酱油没有了。来一点点老抽吧，盐，啥时候拿吧？今天那个盆找不到，不知道我妈拿去装什么了。没有那个盆，感觉吃饭还有点不习惯，不顺手。改饭都不好干，怎么干？
这叫什么呀？赶快吃，吃了去看我爸钓一会儿鱼。上一次有人问为什么你爸经常下午去钓鱼，因为最近这一两个月都比较热嘛，所以工作上都是做半天。下午的话，如果地里有事的话，就在地里干活；如果没事的话，就钓鱼。喝了这么一瓶，感觉还有点上头了，可能是睡眠有点不足，这个脑袋本来有点昏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